我来解释为啥腾哥不会选你，介绍一下我的团队还有我的后面。我的妹妹小童之之于力，花花才华何意，小松口之靓丽，我拍人才姐姐。不出汉子，不管你爱不爱腾哥，其实我都无所谓，命运就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轻易配对。你虔诚的以为他会给你一颗小星星，但他也许对欧若拉才更有体会。今天不光要损你，还要损你的亲友团。你亲友团